芒果这一家，妹妹今天要去哪里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芒果这一家。这位是芒果，那位是芒果的姐姐 Yumi， 我是 Celine。今天我们来到宜得利敦北店，看看有什么不错的商品可以推荐给大家。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喽。宜得利家居是日本国民家居连锁品牌，提供给顾客统一性及多样性的购物选择，有许多日式简约风格的生活用品、碗盘筷子和居家收纳，仔细挑选会发现许多材质不错的平价商品。宜得利家居也是宠物友善空间，携带宠物入店时，只要有使用提袋或笼子让宠物们不落地，并避免影响到其他顾客，就可以带着心爱的毛小孩一起采买了。因为它坐下去就直接坐到木头的感觉，它那个软垫没有很高。这个水杯，这个还蛮便宜，才29块，就是容量是蛮刚好的。这个是380毫升，这个还蛮好用。我们有买这个烤盘，这个69，我们是买给妹妹当做她的餐盘，这个材质蛮好的。黄色跟红色，妹妹喝水，这也可以啊，这它可以喝一整天的水，分量刚刚好。但有点想买比较小一点的，这也可以当妹妹的喝水碗，因为它一个才59哎。你看这个还有盖子哎，很可爱，这个99。所以它有大小块，小的是59，大的是99。其实我想买一个锅子，想找一个平底锅。我想买的就是前面白色的锅子，这个有一阵子大缺货，现在又有了耶。现在炒锅一个是599元，有分很多 size， 价位不太一样， IH 炉和瓦斯炉都适用。
这个现在是19，那材质蛮好的，有蓝色跟灰色可以选择。我又买这个罐子，就是装一些干货，这个是59，它这个比较特别，是这边还看得到。我买的是小的赛事，还有中的跟大的赛事。我们家的被套我不太清楚哎，可能要回去量。但它这里的花色还蛮多的。妹妹又在南瓜车里面睡着了，应该是里面比较凉爽，太舒服了啦。来到枕头区，我们家的枕头也是买宜得利的，很好躺。就是这一款莱赛尔抗螨抑菌枕。蓬松的材质，连妹妹也喜欢躺好躺满。这个椅子好坐吗？我姐感觉椅子试坐起来是椅背的部分感觉比较硬，一张3490元。这个吸上毯触感摸起来舒适又柔软，很适合冷气房和秋冬天保暖使用。我之前有买类似的。你们不是有买这个吗？就是放在椅子上的靠垫，它的名字叫做姿势矫正坐垫。可是我觉得好用吗？很普通，就没什么效果。是哦，还是加减可以用，因为我觉得它会离我很远。哦，就等于是它厚度不够厚啊。那你可能要买这种，这会不会比较厚？侧面看起来还好，可这是放屁股也可以放背。它这个还有附枕头，那它摊开就是长这样。这个特价59，打地铺可以睡着这样哦。我有买这个暖 QQ 的抱枕，哦，这个是靠垫啦，特价499，这个材质摸起来很舒服。很不错哦，柔软 QQ 的材质，连妹妹也喜欢躺。还有其他颜色可以选择，浅灰色、深蓝色、咖啡色，还有比较小的尺寸。这个竟然有出足部清洁按摩垫，这东西还蛮特别的，来摸摸看，有点像脚底按摩的感觉。可以刺激脚部穴位和清洁脚底。有防滑的材质，摸起来有。这个浴垫199，只是这个浴垫看起来好小哦，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。有可爱的兔子擦手巾，还有这个小猫咪的。
德利这里有卖白色的脸盆耶，可惜它的尺寸好小哦，不然白色的比较好看。好淡定的美美乖乖坐在南瓜车里面等我们。这一区有好多清洁用具。哇，你说这个可折叠式脸盆要699，它确实不便宜，因为我们上次买也没那么贵，只是我们是去别的地方买。觉得折叠式脸盆折叠的部位很容易裂掉，我们之前买的就是裂在折叠处的位置。这个扫把本机组299元，这款设计比较不占空间，本机还可以折叠收起来，适合居家环境比较小空间的人使用，一般环境也 OK。 这个就跟 IKEA 怎么好像，这个也蛮可爱。再来是宠物系列，有美美可以住的狗窝，这种是凉感材质，摸起来很凉爽。旁边还有另外一款，现在的设计是中间的垫子还可以拿起来耶，有圆形的，旁边还有长方形的，这个比较厚，摸起来比较好躺。这里还有另外一款凉感材质的狗窝，是适合妹妹睡的尺寸比较大哦，之前也有买宜得利的凉感狗窝给妹妹睡。我之前在虾皮上面也有看到类似款的边桌，这种设计的边桌还可以立起来放书或电脑。也有防滑设计，这个边桌摸起来是实木材质，要2490元。之前在宜得利的官网有看到这个草边座椅就很想买，来到店面看到实体就觉得还好。你摸摸看它的材质跟实际看到和摸到的不一样，摸起来很硬，比较适合拿来装饰，如果拿来当坐垫，上面需要加个软垫会比较适合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。